啊，所以说今天第一个问题，我们今天三票老亨问得好，啊，这个各再好的体制、再好的规矩，啊，再好的制度，你根本改，你影响不了一点已经不可救的人心。人心是什么？是最 low 的，就是人心的结果是道德和法律。道德和法律是社会上最低的要求，就你跟畜生的分别，你有道德，你有法律规则，在这两个基础上要有法律和道德的最起码条件。宗教，你信啥教都行，得有宗教。啊，黑社会是社会的结社文化最早的祖宗，黑社会都有规矩，黑社会还得讲个啊大小黑白呢，是吧？然后再高境界有信仰，人类存在最高境界就是信仰。我们人以群结体最重要是信仰，啊，很多人这科学家解来解去的说什么没有神呐、无神论呐、有神论呐，从有神论、无神论、宇宙、银河宇宙、太阳什么无限什么生物的，我光棍啊，我就相信一条，根据我的成长到今天啊，根据生生死死的江湖。我认为地球绝对是经过周密的造物主的，一定有造物主。